这边我量过大概1900一公斤，对不对？竹丸在1900多，不到两公斤，可能我们沥得很干净，或者缩水缩得很好。所以你刚才加糖，对，好，然后奶精放到，对不起，我找不到那个汤匙，好，然后再来呢，药诀，药诀，对，哇，刚刚忘记留一杯珍珠水起来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试试看那个味道有没有差别。然后，杨宇，你们会加水吗？还是不会啊？哦，然后这边还要再加多少水？100的水，100的就是常温的。好，要就请学弟去拿吗？就这样子，对，蜜糖水就这样，是吧？好、啊，没有什么诀窍了。好，再蜜浸输，好，10到15分钟这样。好 ，OK。好，好，暂停。